福建莆田市已报告发现输入性登革热病例，一定要注意防范。最近是旅游旺季，许多朋友都选择了夏日出游，但当前东南亚、南美洲、非洲等地登革热疫情较为严重，目前我国逐步进入登革热流行季。莆田已报告发现输入性登革热病例，莆田疾控发布9月份防病提示，将登革热作为9月份需特别关注的传染病。秋蚊猛如虎，9月份蚊虫密度高且活跃，需高度警惕登革热、流行性乙型脑炎等蚊媒传染病。登革热是由登革热病毒引起，经白蚊、伊蚊组成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一种以发热、皮疹和全身疼痛为主要症状的急性传染病。登革热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，当前东南亚、南美洲、非洲等地登革热疫情较为严重。国内云南、广东也报道了因输入性疫情引发的本土疫情。